这个舞应该是连着裤好不好？等十个位，好，十个位啊，来张秀清掌声鼓励一下。行了，就可以进入一个交流性的，后来带小姐。来，阿哥哥，然后这是走那个复古，谢谢阿哥哥，请你们注意，明星啊，如果男配你逛，我要给你跳，就是要星座饼啊，里面有这个舞蹈呢，相当适合一切大妈的广场舞。对对对，啊也哎，加音乐快乐一点啊，气氛不错，歌舞蹈也适合他。如果像苏子成跳的不适合他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歌这有没有再放一遍？再放一遍，你自己发挥，你可以跳啦。来来来，你看人家叫你。没有，他的舞蹈有不同族群，那些广场舞妈妈需要啊。是啊，这首歌哦是大家都可以跳，从小孩3岁到99岁。所以我说也会流行啊。对对，这是这是我最新的专辑。好久没听到你了。专辑名称是现在最流行的《爱的飘飘》。不一样，刚刚秀英姐是60岁以上嘛，我大概是30岁以下。陶艺，你跳的是最流行的复古阿哥哥，我是比较重金属的电音。他们以前电音在大陆就很红啊，电音很厉害啊，对吧？芭比，爱的魔力转圈圈。那么久现在才有电影，对。然后这一次专辑非常特别，就是里面10首歌都是我自己创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电音教主安以为爱的飘飘。安以为。这一集我写真集吗？完了，跟我写真集，跟他写真集啊！我跟你讲，那个结婚那个是写真集啊，那婚后写真。那就不介绍了，就介绍这边了。好，这边也没什么好介绍的。发片也没干嘛哈，他这本厉害，我是跟黄天仁老师一起合作的。黄天仁老师，我翻译几页给大家看。有 Mark 的这个可以翻一下。哦呦，哎呦，全裸，这全裸，你这是用签字笔涂上的吗？胶带贴上。他有几张是不露点全裸吧？前面是比较健康，后面越来越不健康。真的，我想性感，后面越来越丑。我想看不健康的，我就知道这比较健康。一张是健康的照片，最不健康的，比这个更不健康的，有很不健康的，真的。早知道先介绍这个，我们干嘛关介绍这个？没有这样嘛，没有这个怎么会写这个？我都很想要一本了哈，这本是送你的，是，哇，这个我送你了。各大的网络书店的前那起后面几张就基本那个技术动作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就是用艺术在看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今天大家还是以这个我们唱片唱歌为主的，对，好，因为他们多方位，像秀清就最近勤练舞蹈，成绩大家都看得出来。对，那电音呢，我们也希望您的很久没听到您的电音歌声。好，那你看苏子成呢也奋斗很久的一本写真集，大家好了，对，啊欣赏一下。是，但今天呢，我们节目还是要进行我们的欢乐 KTV。青春歌曲手里神剑，对啊，歌词不能漏掉哈。对对，他唱的准不准另外讲，如果有加分的和声的，有表演的模仿，都有加了3万2万。真的，3万5万就加了。来，我们助理老师欢迎我们梁一正老师。是，以前常常看到你啊，太久又没看到你了。真的，谢谢大家。有什么发片的新闻吗？现在在筹备最新的音乐作品，希望可以赶快。有新作品来上节目，不要客气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再次欢迎梁一正。Happy Music。主持人，
我收你了。李威杰呀，董子董董子，他卡的董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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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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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姐。跳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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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我姐姐。这个知道，恭喜你老弟了。先颁奖，这十万你难以为的，来这种。并且，徐教授在哪里？你死的他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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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舒服了哈！我们以为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我们要交马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跳吗？对啊，我们可以给你模仿啊，模仿，等一下，模仿，模仿，不要模仿，我们给你两万，不要唱了。还有机会吗？好，来，不不，先颁奖三万，真的。想学出个幻想很难啊，被突破没有？我看，但是我只有我了解他哭起来，本来他猪哥这样，幻想就蛮怪的，就被突破。我拜托一下各位姐姐妹妹们，我们有六题，不是一题就要加了六次，所以我们有的是才华。两万块了，那是这么尽心尽力了，对，这是敬老。对对对，来下一首 music。想你，我清楚，体贴也显礼。共想你，我清楚，多在细心。共想你，你爱我，千千万万你。共想你，你永远不来变心。扛去保级，恭喜您答对了。达标的来颁奖，好，接下来下面一首歌 Muse， 好低哦。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学别有用心，明明很想相信，却又忍不住怀疑。
话再说一些，对或错？错。想陪你什么？不止一点。想陪你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想陪你不止一天呐。一天。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对或错？恭喜你。这一首来了，来了，感谢你。相思好比小蚂蚁，爬呀爬在我心里，尤其在那静静的寂寞夜里，它就在我心里，爱叫我好想你，想相思，双生痛苦。恭喜您答对了。串串爱意趴在我心底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十万，哎呦，可以，差不多呢，一个23，一个23，对啊，但是谁先达到30万就是，加油，下面一起，绿姐，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。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36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恭喜。爱情36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。哎呦，你们也会。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对或错？恭喜。开始先出招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该就不要跑。爱情36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。爱情36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等一下，我们先颁奖了啊！先颁奖，先颁奖。是。我很年轻的歌哈，那个牌子要换一下。我们手里今天年轻的那个，我们应该是叫女神队。等一下。好，我知道。不要因为歌萍姐在，我们变手女队。现在是 A 组了，因为32万了嘛，是最后一个10万。
是你要加分，加分，谁要加分？加一下，一两万也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两万也好。他们也没有干嘛，也没有合音啊，合音啊，合音啊，我听不出来，根本那个，那个，我们三个加起来都快一百五了，三十年。我们只能说青春无敌啦！你们现在是赢了，那你说最后十万要抢一下啊！蓝绿水啊，还有。我相信我是你的，对或错？我相信我爱你，我相信我是你的。可是你刚刚上去，我相信我爱你，我是你的。哦，所以倒了，不会唱不行，不会唱不行，钱是没收的，唱不对也不行啊，秘密不行。侠屁啊，侠侠义之，侠之啊，因为中间还是有一点不完整啊，对，所以呢只能给五万，那还有多出来的话你们要吗？我要，我要。姐姐小熊，你们几岁啊？为什么唱这首歌变这么慢？20岁啊，而且唱这么老，我们可以用 R&B 来唱这一首，真的假的？普通的音乐可以唱 R&B 那才困难，要不要加20？真的假的？20，我跟你来来听听看呢，来 one two。你个神鬼哭神嚎啊！对，你好听吗？加 RMB 新曲风电 MB 是不是？哪有啊？两个鬼打架要 RMB 给我稳的。对啊。你可以这样唱，你怎么不会唱吗？
我可以啊。你好好唱啊，认真的啊啊一下。你这认真唱了怎么会？来，一遍。情人。吓到梁丽珍老师，见怪了，那么久，来问给梁丽珍了。感谢梁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气氛很好，这个 A 组是女神队，总共有37万，对不对？那边 B 组有20、30、30、30。好，你们有三，你们 A 组的，来进行我们 A 组奖金挑战赛。接下来你们 A 组有37万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那 B 组的可以插花1到5万。第一题，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：一、油脂；二、盐分；三、糖分。请出题。大多数女生早上都有水肿的困扰，医师指出，要减少水肿，需要减少什么成分的摄取？是油脂、盐分还是糖分？计时开始。要在早吃哪一些比较不会水肿？减少盐分，水肿啊，盐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盐分，因为胖的人啊，像我不是胖子，所以呢，每一次呢，我只要吃比较咸的，我就肿起来。但是呢，前一天不能喝糖，前一天吃糖，对，不能吃糖，不对，不要有糖，是盐分才是最主要的，因为盐会让，比如说我的体质，我就会很怕咸，一咸我就一定会水肿。但是糖对我来说还好，我觉得我前一天吃很多糖，隔天也不会水肿啊。那是隔一天你看不出来吧？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盐分吧。十，盐分，对，你吃太咸真的。盐分，对，盐分，糖，盐分，然后油，盐分，对，盐分。A 组已经选好了，就是盐分呐，不能更改答案。B 组插花，请讲。我们也是选盐分，因为通常拍照前一天如果吃宵夜的话，隔天会大水肿，对，很咸，尤其是卤味、泡面这些的。是你差多少钱？5万块。五万，来，请减。盐分。3、2、1。水肿是全身或局部组织一堆积过多的病态。水肿时，除了血浆中的水分流入细胞组织中间堆积之外，组织液的电解质也会增高，特别是钠离子浓度，盐摄取过高就是钠离子。所以肾脏病啊、心脏病或营养缺乏症的患者就得少吃这些盐分，因为盐分的化学成分是氯化钠，吃得越咸，体内氯化钠浓度越高，就吸引更多水分的积蓄，那水肿的情况更加严重。第二题，你们现在有35万了啊？刚刚是30万嘛？第二题，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：一、红色；二、黑色；三、白色。请出题。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，女性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能吸引男性的目光？是红的、黑的还白的？计时开始。好难，好难哦！你觉得？那我个人，哎，好了，我觉得呢。
你们觉得嘞？白色，白没有白色吗？我你说对，有白色，有青，他说还是跟你们不一样，等一下你告诉你老公白色，我觉得白色，因为白色呢会让男生觉得纯洁，然后纯真，像天使一样，而且白色感觉就是一尘不染，对，然后很想把你娶回家，因为白纱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很多男生喜欢呢那种白衣天使啊，穿白衬衫，对，然后喜欢护士，像今天你啊，我们三个里面呢，大家应该会最喜欢你，你看多纯洁，看起来就很可口。哦，我觉得白色啦，就是白色，白色，对，以常理来说，你看白色，白色，我觉得白色，男生觉得白色，就女生要很干净，很漂亮，就是白色了，白色，没有差。要细腻，应该是算红色。红色，红色在动物繁殖行为当中具有物种进化的背景，带有性的含义，因此男性也会受红色的刺激而感到女性的吸引力。许多过往研究也指出，穿红色衣服、涂红色唇膏的女性，特别能够吸引男性的目光。原来是红色，比较野性的跑色都是红色的啊。哦，对对对。下面一题，来安怡，安怡一位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！来第二题，请出三个答案选项：一冷水，二温水，三热水。请出题。有敏感性牙齿的人，最好要用哪种温度的水刷牙最适合？计时开始。有冷水可以降敏感哦，当然是温水啊。不能是冷水，因为它冷水进去牙齿就会酸了。烫水是冷水，代表滚水，也不能太热。热水是代表滚水的意思吗？也不能太热，没有到滚吧。所以应该是说温水。那热水当然就是洗澡那个热度了，不是喝的。也不是洗澡的热，不是喝的那个百分一百度的。所以可以喝的叫热水就对了。热水滚水，我觉得在刷牙那个水龙头调的嘛，你要冷的、热的、温的那种温度。冰水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冰水去掉，冰水去掉。那温水跟热水，如果今天热水呢，它的温度在比较太热的范围下的话，就可以 OK 的。对，所以就很笼统啊，应该是因为热代表不要烫到嘴巴可以进去。我懂他讲的意思了，人家热水一定是能泡冲泡的东西，所以可以喝的嘛，很烫的那种热水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最不会痛的应该是热水，但是温水也是可以，但是它又有点偏冷，所以还是会痛。所以呢，倒数计时。对啊，我就是热水好了，热水。七，因为我还是温好了，温五四，热水，直接就减，请减减掉，减减，超减，温水，还减温水，觉得温水，我觉得没那么简单，我怎么会复杂了？我怎么会复杂？这题应该是不能，没有人会用热水嘛，你嘴巴都喝不了的。对，我就是，你看你喝茶一定。喝热咖啡也是这样，这一定是属于热水能泡的，你不可能去刷牙那不烫死。英国伦敦著名牙医马基斯表示，刷牙用冷水是最常见的方式，它能给人清新跟清醒的感觉。如果你用敏感性牙齿的话，你有的话要用温水比较好。至于热水，他建议人们不要使用，因为长期而言，热水会让牙刷的牙毛受那个牙刷毛会坏掉，同时增加口腔被烫伤，一定的嘛。你喝咖啡都不敢一口了，你怎么可能那位一口这样刷？你不整个烂掉的，就牙龈也会痛的。我刚刚讲了麻痹，但是呢，应该是要继续刷牙了哈。如果刷牙时有牙龈流血，你要继续刷，因为牙龈最终会愈合。从流血状态变成健康的粉红色，但是还是要去看医生啊。对，你如果这样，其实100个有90几个牙周病，比例是这么高，只是重跟不重而已。对。来，接下来第三题，请出三个答案选项：一糙米饭，二吐司面包，三地瓜。请出题。女性生理期时，吃下列哪一样食物容易暴怒？你生气都丢了，生气会生气，容易暴怒，会容易暴怒，真的，会胀气，胀气很胀，吃地瓜也会胀气，吃吐司面包会肥。我觉得是糙米饭，我觉得地瓜很容易暴怒，因为它会胀气，因为糙米饭它不是糙米饭可以，糙米饭可以减肥，吐司面包会也可以胖，然后地
就去。小心姐，你有事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是臭逼崩。臭逼崩呢？你 MC 来臭逼。侧壁崩，主壁吗？不好吃嘛！你 MC 来就会想吃甜的嘛，侧壁几酥啊，口感都没有，吃下去又让你那个心情不是很好。那来吐司面包，哎，吐司面包甜甜的，哇，吃起来那个口感就很好，心情它也有，但它不会太甜。再来地瓜呢，就更棒了。对，我觉得对不对？地瓜就更吃了，心情会更好。你绝对不暴怒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侧壁崩。倒数计时准备。少明饭，相信我。确定。把你杀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先签。你这不能动，倒数前改地瓜，没关系，他已经在倒数这个十秒，他已经换了，所以现在不能动。怎么突然改地瓜？对啊，我还是觉得我，因为我本身吃地瓜又会胀气，会胀气，应该会爆地瓜吧？臭，不会的，地瓜吃的很清醒，因为你吃臭，没有知道自己不会胖，然后又可以维持身材，就很开心的。这个剪刀在他手上，就是以他为主了。他已经选择地瓜了，突然在倒数的第九秒换了，现在不能动了。A 组已经这样了，B 组插花请讲。好了，希望是地瓜了，好了。这个是吐司面包，哎，哇，跳痛，请讲。因为糙米饭跟地瓜都是天然的淀粉，淀粉，而且地瓜甜甜，吐司面包是加工的，对，加工过的东西。那会不会是因为糙米不好吃嘛？所以可是有这么简单的道理吗？生理起伏比较想吃甜的，对啊。而且我说吐司面包它是。也是甜的，加工没关系，你们选吐司面包是吧？对，多少钱？一万，没什么信心。吐司面包来，请剪。好，地瓜。三、二、一。我刚刚选对了。日本营养师表示，月经来时尽量少用面包为主食，多食用糙米会比较好。因为女性经期情绪波动本来就很大，动不动就想哭啦，或者相当易怒啦。白饭、面包、米苔目、米粉等加工的精致淀粉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，然后波动越大，不仅让女性的食欲变高，情绪起伏也更摇摆不定。所以经期来尽量少吃那种精致淀粉，或是改用全麦的啦。糙米制成制品为主，会情绪好一点。谢怡君第三棒，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1万。那你们 B 组现在有36万了，因为35加1万嘛，哈。第三题，请出三个答案选项：一、背部；二、尾巴附近；三、头部。请出题。厨师杀龙虾时会把筷子插入龙虾膀胱放尿去腥，请问龙虾的膀胱位于哪里？是背部还尾巴附近还头部？计时开始。膀胱。龙虾哎，杀龙虾时把筷子插入龙虾膀胱，你就看你老公啊，你老公他在杀龙虾的，他没有杀过龙虾给我吃啊，你没有杀过龙虾吗？可是它应该是在尾巴附近吧，因为它是黑黑的。位于哪里？我觉得龙虾跟虾子是他们是同属类，我觉得应该是在背部吧。背部，他们还半桌的呢。对啊，半桌。对啊，黑黑的地方在哪里？黑黑的地方在这里，背部。对，那就是背部。背部啊，背部啊，背部。黑黑的地方是虾子，不是龙虾哎。啊，对。对啊，不是龙虾，那后面的背部那一条黑色是什么？它是它的我们不是会去那个分泌物，所以分泌物是便便的意思吗？是便便，所以它是在背部，是在背部，因为虾子的那个背是在背部，没错啊，对，所以龙虾我觉得是尾巴附近，尾巴附近，尾巴附近，因为它是被杀了。指头拿起来都黑黑的，他其实他心脏跟所有器官都在头部啊，所以他黑色部分是粪便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常常吸那个虾头，其实有很多是不能吃的，不能吃的，拉起来。对，原来粪便打。龙虾的膀胱直接长在脑袋下面，而且位于眼柄下的两个储液囊。同时呢，龙虾呢能够在通过自身呼吸将尿液奋力向前喷射出去，射程足足呢比自己长度多7倍。也是龙虾这样的话，多7倍，大概已经快射到张秀晶那里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拿人来比较的，相当一个孩子从12公尺长的校车尿到前面的挡风玻璃。超厉害，还有画面这么荒谬。你看，这不止那么远。那小孩，
因为它头部就在前面，它发射器在前面。哎，好，接下来 B 组有 B 组有三十六万，来 B 组请就位。四题答完，三十六万就归你。四题也是蛮多的耶。就他拿的，就他跟大根还有45加36多少了？81了，这样对吧？有81万破纪录了啊！那第一题，请出三个答案选项：一、含糖量多寡；二、活菌的数量；三、奶的种类。请出题。优酪乳与养乐多都是常见的乳酸饮料。两者主要的差异在什么地方？差别在哪里？含糖量多寡吗？活菌的数量吗？还是奶的种类？计时开始。我觉得活菌数量，优酪乳会稠稠的，可是养乐多不会稠稠。哎，养乐多更甜。跟他讲，养乐多更甜呐。我觉得是含糖量多寡。含糖量多寡。对。可是优酪乳跟养乐多喝起来，优酪乳原味的喝起来，跟养乐多比起来，养乐多比较甜呢。养乐多的确比较甜，因为我喝过优酪乳是有 A B 氢，那个是比较不甜的。对，那我觉得不是含糖量哎。那你觉得？那你觉得什么？活菌的数量。活菌。对。比非。或发酵的程度不同。我觉得是含糖。十。因为糖。九。糖会稠稠的，是吗？对。含糖量。要依据中华民国国家标准，对发酵乳的定义是以生乳、鲜乳及其他乳制品为原料，经过乳酸菌、酵母菌以及其他人体健康无害的菌种发酵而制成的。所以呢，发酵乳会有特殊的酸味、风味、香气及滑溜的口感。市售最常见的发酵乳产品有三种：凝态的发酵乳如优格，浓稠的发酵乳如优酪乳，以及稀释发酵乳叫做养乐多。稀释的，对，所以它总数量当然没有浓稠的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优酪乳的每个活菌有1000万个以上，养乐多只100万个，所以应该吃优酪乳嘛，哈。优酪乳比较优格，应该说优格的活菌是最多的。可是大家比较，如果比较，大家还是喜欢喝养乐多。对啊，因为养乐多就是它是后来加了很多糖分。是，来，接下来第二题喽，四题答完就带走了。第二题，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。你猜一定是历史的宋朝、唐朝那种。没有，对，对手是。一、马来西亚。二、荷兰。三、德国。请出题。现代小孩越来越胖，哪个国家为了防止儿童变胖，法令限制贩卖的食品上看不到卡通人物？对，不要太吸引人家小朋友。不要吸引小朋友去买，不然会变胖的嘛。是马来西亚吗？荷兰还是德国呢？计时开始。我觉得不可能，我觉得不可能是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亚什么？亚来西亚是亚洲，对，我觉得亚洲应该不太可能会限制小朋友这种东西。我觉得是德国，哎，德国，因为有德国炸鸡，德国香肠，对，感觉很多这种好吃高热量的，荷兰感觉是一个对于很多事情都很能接受，譬如说大麻什么，他们都可以接受合法，所以我觉得肥胖应该。我在很大声耶，对，对对对，好像所以我们听好了，听老人言，真的在眼前。对，来，你讲怎样？我觉得马来西亚，我们去那边很少有卡通的东西在上面，在包装上面啊。你说外国，你说他们很喜欢巧克力，都会有卡通的东西在上面啊。你说 M S， 而且德国那个软糖，对，糖也有熊熊哎，我突然想到他们出的那个软糖包装上面有熊熊。是啊，是马来西亚，其实德国的，而且马来西亚的法律其实蛮严格的。好，马来西亚。好难哦，那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那马来西亚，肯定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就是那个亚洲，对，那个亚洲，对，快讲。马来西亚，啊，怎么办？一，荷兰，什么？荷兰食品产业联合，针对公众对锁定孩童的广告所带来冲击的激辩论过后，
促成新措施的实施，禁止锁定13岁以下孩童产品的包装，使用广为媒体所认证的卡通图案，以改善孩童肥胖的趋势。因为你那个很可爱，会吸引孩子去吃，去买来就会吃吃吃的过胖，所以那种卖这种所谓会过胖的食物，都不要用卡通人物。那小孩子可能体重就会不会那么过胖，就不会想去买了。对，此做法创欧洲首例，意味着如《冰雪奇缘》等广告，为人知的动画角色不能出现锁定在孩童贩售的高脂、高盐、高糖的饮料跟食品上，都不能有小孩子这个卡通人，不小孩子会去喝就更胖了。对啊，蛮严格的。好，谢谢杨子。大地的乡亭啊，尤其我们要介绍他的作品，就很久没看到电影作品啊。对，安以为爱的飙飙飙飙飙飙飙，喜欢听轻松的电影音乐的一定要听，这鼻祖了，鼻祖了。而且里面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，还有客家歌哦。哎呦，他搞的，还客家哎。哎呦，懂你一定要听一下。对，你的作品。然后呢，如果全家要和乐融融，一定要听阿哥哥。嗯，台语歌每次听到是发新专辑的，都非常悲情啊。对，就是难得听到这么快的，你两首的两张都快乐，非常轻松的，是不一样，都可以各买一张。对，我们人生还是不同的曲风，人生还是欢乐一点。对，这个你也是看到这个也很欢乐。如果想要来点刺激的话，可以购买《超级写真全记录》。对，这个可以帮助很多老人家又恢复雄风啊。对，对，对，对。让血液循环呢变好，也变好，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。对对对，辅助工具书，治疗书就好了。啊，我们要送你的是贝乐小仙妻，还有非常的旅行箱，以及这边的我的星星面膜。欢迎各行各业们的挑战，欢乐智多星，打开卫视中文台，欢乐亮起来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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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